院长早。哎，看见了，最后脸都红了。这对院长好，叫的韩国瑜心痒痒。曾经那个男人摇身一变，有望争取立院龙头宝座。还有我们的准立法院长。国民党提名韩国瑜任不分区第一，冲高蓝营政党支持度，只是在蓝、绿、白国会三党不过半下。韩国瑜要当院长，前提是民众党得支持。私人交情是一回事，但是一样嘛，这个党内的公这种东西就是未来几天我们要开会来解决问题。到底他会选择跟民进党合作还是跟国民党合作？柯文哲主席在选前并没有说明清楚，未来也要看这席次，国民党的席次是如何决定的，以及大家的共识是如何的。目前的确还没有办法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决定。对民众党来讲，他有许多可以跟不管是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去谈合作跟协调的空间。当民众党已经自己本身在立法院里面占有一定的实力的时候，他为什么一定要只能跟单一政党合作？非常高兴抽到第九号。部分区政党号是抽签，当时黄珊珊和韩国瑜握手这一幕被视为是立法院准正副院长提前互动，但选前倒数时，韩国瑜先说柯文哲如空气枪，雷声大雨点小，再到赵少康逼柯表态，选后只跟蓝不与绿合作。柯挺不挺韩依然充满变数。如果民众党自己本身他扮演所谓的关键的第三者的角色，会不会提出希望比如说副院长的部分是由这个自己的政党的这个立委来担任，他两个的政党愿不愿意配合，还是你就是无条件我愿意只是支持单一的政党。立法院战国时代来临，蓝绿白国会龙头大战即将开打。镜新闻谢谢徐伟成、吕玉玲采访报道。下载镜新闻 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尽善尽美，尽好新闻。